现在人多到我 hold 不住哎。嘴巴上有擦口红吗？一点点。那我们先帮你卸掉你的口红的部分 ，OK 吗？可以啊。像我们最特别就是这种马克笔头的设计，你有看过这种口红吗？没有。没有吗？因为我们就是做这种形状，是因为了大家不是有时候擦口红一定会画出去吗？我们就是做细一点的，然后大家可以画出去。超，我也超会画出去，所以就是会你要细一点，然后画框框这些的，它就很好上色。好了，那现在卸完喽。豆沙红跟紫薰桃，你觉得比较喜欢哪一支颜色？这个超会选。来，照片 ，teacher 有看到吗？孔孝真也是擦这个颜色，所以这个颜色是现在最流行的颜色。那我现在帮你擦，你看我们的就是笔头很细，它就可以瞄你的边边，这样顺着你的唇形，这样平的这一面填满。这些颜色你喜欢吗？很喜欢，就是很自然又不会太夸张的颜色。是我们这个红笔最厉害的是什么？就是它不掉色。亲，你看没掉，你看没掉色。所以你喜欢我们家的口红笔吗？很棒，喜欢。感谢你参加我们的活动，所以这个就送给你咯。谢谢你，拜拜。顺利的完成第一位啦，我们赶快再去找第二位吧。 Go Go Go。 那先不好意思，我们是 MQB 美咖，然后有时间吗？有有有。你们有听过我们的牌子吗？ MQB 美咖。没有。没有听过。好，那平常会有化妆的习惯吗？有。所以化妆口红应该是必备吧。一定会，两个现在都有擦口红。你们刚刚都说没有听过我们牌子吗？那我现在给你看一下，你就在 FB 搜寻，你看 MQB 美咖，里面就会有我们大厨级的影片，大概就像这样子。他们很有眼光，他们两只都挑死我的新款颜色。好，觉得这个颜色你喜欢吗？很喜欢的，而且很显色，对不对？很显色。哪尼？居然还有人没看过我们 MKUB 的影片，还不赶快搜寻 FB 帮我们点赞关注我们。我刚刚看到两个很可爱的女生坐在角落，我们去问她看看。Hello， 不好意思，我们是 MKUB 美咖，就是希望你体验一下我们的口红笔，我们就会直接送你。请问你们两个有时间吗？有。对啊，谢谢。好，她选的是魅惑桃，我们帮她擦喽。我们不掉色口红笔哈，无论是把它画满，或者是做咬唇妆，都真的超好看的啦！赶快赶快赶快，我们手刀去买十支，一人买十支好了。所以你这样子之后就不用一直涂口红，觉得喜欢吗？而且它不掉色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两支我们就送给你们喽。我刚刚发现一个超级青春洋溢的地方。接受我们的采访。我们是 MQB 美咖，然后我们现在做一个就是素人大厨级的活动，希望你们可以试一下我们的口红笔。好，那平常有擦口红应该有擦口红的习惯吗？我们现在就是给你们试用一下我们的口红笔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。来，头发现在吹了皮，居然好让我们遇到这么多可爱的弟弟妹妹们哦！是不是每个擦完都超美的？妹妹有混血吗？啊，这有混原住民，他是原住民哦，同胞，同胞。你看，没有，它很持久，这样就不会掉色了。
欢喜欢。喜欢吗？喜欢我们的口红笔吗？喜欢，成功！今天哈，这么多人都见证了我们不掉色口红笔，真的不掉色。不过呢，小编看到了这么多青春美霸体，突然有种想回到离我很远的18岁，怎么有点淡淡的哀伤？唉，我先去旁边哭了。小编大图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